超可爱的小猫咪，今天就来带大家制作可爱的治愈布偶帽。我已经拿出了一坨大大的宝蓝色树脂粘土，开始塑形啦。猫咪呢，有两个非常可爱的耳朵，还有两个胖乎乎的小爪子，再加上它的小嘴巴。做完之后，我戳出眼窝，给它的嘴巴上面放上可爱的粉粉的小鼻子。哦，实在是太可爱了。拿出色粉呢，我开始要画这个布偶猫的大体颜色，就是这种偏灰的感觉。它的眼窝部分呢也是有的，然后还有点棕棕的。然后呢，我要给这个布偶猫做眼睛啦。它的眼睛就是这种宝石蓝，特别的好看。然后放上黑色的粘土做瞳孔，做完差不多就是这样啦，超级可爱。给它尾巴也画一下。可爱的小猫咪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它只不过想要你给它喂小鱼干啦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